已经没退路了，我跟你说过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现在自首还来得及，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。赵哥，你觉得这儿像不像地狱啊？这些年。 我一个人在国外，拼命的学习，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儿，就是为了从这里逃出去。可就是因为你的出现，把这一切全毁了。段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！如果你还有理智，你还清醒的话。 把引爆器放下。